各位议员、陈代理秘书长、县政府各单位主管以及记者先生、小姐们，大家早安。今天的议程是各审查委员联席会议审查本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各审查委员审查报告开始之前，向大会报告县府秘书长赖正郭出国请假，由陈前者代理。教育处长林明义因公请假，由副处长张切芬代理。现在请议事处同仁宣读各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彰化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各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第一审查委员会受审查单位行政处、社会处、计划处、税务部门照原案通过，税出部门照原案通过。附注林世坚议员针对社会处002-39页社政业务、儿童及少年福利奖补助费、社会福利津贴及基助办理彰化县育儿津贴实施要点，编列6700万元，持少数意见。请林世坚议员对于本部分科目预算持少数意见，请林世坚发言。本席针对那个社会处002-39社政业务、儿童及少年福利奖助、奖补助费、社会福利津贴及基助办理彰化县育儿津贴实施要点，编列6700万元。在大会保留少数，保留发言权。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送大会讨论。第一审委员审查登记要保留大会发言权的议员共有几个？共有林世坚一人。请议事组继续报告。第二审查委员会受审查单位财政处、税务部门照原案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送大会讨论哈。请宣读第三审查委员会报告。第三审查委员会受审查单位农业处、建设处、公务处、水利资源处、税务部门照原案通过，税出部门照原案通过。请各位议员，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送大会讨论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各审查委员审查报告已经送查完毕。经过各位议员充分讨论后，
经依照审查报告通过，送交大会讨论。各位议员、各位同仁，县政府建设有没有其他意见要发言？每人有八分钟。我们请赖院长。喂，好，谢谢，多谢主席台吼。主席今天做引导的哦，我给你捧场一下。咱各省吼，咱媒体先进，咱议会同仁吼，本身针对关键问题，而且首先先来请教咱的迄、那个建设处吼，咱伫顶礼拜三。甲拜四，伫彰化市的大德国小，有针对彰化市东区都市计划扩大啊，办这个说明会，拢总两天。第一天来的人数比较较济，差不多有将近750个左右。第二天差不多600吼，较无600、500，我三五五遐啦吼，还有1,200-1,300个。啊，听处长咧讲。拢总受到迄个东区都市计划应该有诶户数，超将近2,000吼。啊，我本身伫你去个户数甲拜访时阵，我甲你表示讲，因为东区都市计划涵盖到22里其中诶18里，所以讲因为你办诶地点敢若限一个大德国小，佮两连上两暗办两暝，拢共个所在，是毋是安尼恐惊会互真侪咱诶乡亲接无到，收到说明单？来听到咱的说明会，你未来要来去挽救，我有甲你建议讲，是毋是伫咱西边的部分，伫爱里、宝坡里、高里啊，即个所在吼，佮补办一场啊，地点你也找看是要中泰国中，啊是要迄个泰和活动中心，拢会使。啊，如果若真有可能话，伫东区，包括啊，离咱即个牛埔啊东兴宫门口，啊是讲。伫联兴国小遮吼，举办一场，伫包括牛埔里、香山里、三村、田中遮乡亲会来参加，较袂讲有人漏到伊收无着，即个权益受损。而且我要先请教处长啊，安尼两天你拢总收到的花函有几分啊？请你报告。建设处处长。谢谢主席啊，谢谢赖院哦。感谢咱议员对这个扩大东区的这都市计划吼，这个说明会这个关心嘛吼。将近迄两天，第一天较是咩，就六七百啦吼，第二天较少些，500外呢，所以两天起来将近要超1,200啦。拢总爱偌济？但是伊对回收有寄当个，较起码啦吼。偌济？超200几个啦。200几个啊、哦？嘿。你拢总哈2,000外，都无甲一成咧。阮即马就是吼，昨嘛有讨论啦吼，有原则上要来请里长，吼、哦，迄个教会里的里长，就在即个里的范围有即个变更的所在吼，下边去甲因过来做一个讲，吼、哦，请因上紧会当看，伫7月29以前，甲即个问卷的即个调查吼，进来。叫里长嘛，我紧哦，因为如果有诶，今日无方便用寄，毋对吼，请里长，阮再来甲回收转来安尼。你要请里长，是毋是？你嘛一通电话确认，甲市长甲拜托者，叫市长拜托东区诶里长吼，无你啊直接去啊里长安尼行较歹势。无毋着找里长真好啦，我是讲，
因为有人嘛真侪无来听到说明会啊，根本来都无来啊。反正因为伊年岁较侪岁啊，过车路无方便，啊是讲伊下班时间都因为时间上碰袂拄好，来了恁已经办煞啊。反正伊今日加班，总来不及参加者，你如何去弥补这些人没有来参加者？我包括拄啊讲的迄两个方案，离牛埔啊地区，啊包括离国爱阿姨庄地区，搁补办两场，安尼敢会有困难？迄、那个，搁再度感谢议员的这个关心啦吼，我会认真来思考，变来搁来补办安尼啦吼。包括我想这当初都是计划吼，啊，我昨日讲的，这个铁路高计划是阮彰化市拍通彰化的任督二脉，这两个啦拍下通彰化市才会起飞，才会繁荣。拜托你嘛替阮彰化市民吼，较紧把这个工作啊创好势，啊，事前这个应该规划，应该说明的，应该予。当过乡亲了解吼，紧做完备。啊那安尼吼，你才该感谢啦。你拜托爱做较周至嘞。诶，这我会来努力啊，因为你要步来进步，如果迄个数字若伤少吼，嘛袂看咧。所以我会过来思考安尼。就到时内政部，你彰化人都无咧要紧啊，你根本对这案都无要无紧，所以讲这样爱一定要加强。相信县长嘛真要紧啦，啊，所以讲这样代志你也较用心嘞。诶，谢谢议员，好，谢谢。真侪。啊，第二项吼，针对着。啊，迄、那个顶礼拜一，咱天空步道吼，天空步道开幕，啊，会使讲是真欢喜吼。报纸有刊，讲参观的人数将近要5万人啊，真久，包括山脉顶啊，无遮尔多游客，遮尔包括市民也好，县民也好，包括彰化县市以外的乡亲来到咱彰化观光来行这个全国唯一的天空步道。但是本身所在啊，因为交通的因素。因为真侪停车场无方便的因素，连媒体嘛有刊讲，恁必须要甲国务财产局去借民族新村后摆迄块空地啊，后摆讲伊在讲文化局后摆要做啦，做啥物？迄个眷村的啥物？啥物地哦？啊，迄、那个所在即马文化局还袂规划进行，恁即马有遐少要做停车场，那安尼包括伊的动向。你讲捡你民族新村，你啊叫人国行的路也好，捡你利和停车场也好，捡你管路的停车场也好，捡你自来水公司迄个美生活美水馆也好，真侪停车场恁规划了真好，但是因为有真侪人，因为你规划设的所在停车落车，要甲行去遐，会产生民众会烂啦。我遐远着我。一逝工来到遮，尤其佫北关市的哦，他不是抱持着讲规工要来运动、要健行的心态，伊是要纯粹要来参观、要来观光的哦。安尼，你的路线较远哦，你敢办无佫其他有替代方案，互我都互即个停车较方便，动向比较顺畅，而且来的观光人士会提升，带动着彰化啊，即、這个观光人潮。处长啊，你讲即个方案，请你甲大家报告。谢谢主席，谢谢赖议员对天空步道的关心哦。非常赞同议员的观点哈、哦。实际上，天空步道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媒介。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在礼拜六日，我们在火车站其实有派导览人员在现场报名就可以。那我们希望它不是只有来看天空步道，我们希望它能够透过街上这样一路过来。那这中间过程，包括很多消费，其实都在镇区。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结合，不是说哦，直到开车开到天空步道，然后下了车，开车下车又走人。其实这样的，啊、你搞接驳车？目前我们不会考虑接驳车。接驳车一部车一天大概就10000块，那会耗费很多的公款，那并不是恰当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活动，这是我们一个公共设施。那所以希望是这个天空步道带来人潮，但这个人潮我们设法把它引到市区去。现在就是讲吼，媒体甲我电子网络吼。网友嘛，我咧讲啦，讲离你的城乡局的吼，遐一个形象商圈呐、啊，讲5万来5万的游客，无甲半只鸟打入去咱的形象商圈去做消费，会得真浪费呢。你遐遐侪人来，是因为伊买的物件无够好，得到来游客的青睐，还是讲伊买的物件无够精彩，还是讲根本伊都无咧卖物件？啊！种游客都唔知影要去行去倒位，都唔知要哪行，都无迄动向规划。伊干那去行迄个步道，行了我来等伊。其实迄个乡村就离迄个步道下骹尔嘛。啊，显然没有办法把游客拉进来，让好迄个生意场我都没落。哎，搁个开几分钟啦？跟议员报告哈，我想公部门做的是把公共设施跟一些景点做好，但是如果当游客。已经几万人拉到你家门口，你还没办法做生意。
恐怕还要怪罪政府，这应该 不是正确的方式。不是怪罪政府，你要哪个辅导啊？我现在提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跟这些商圈其实比较特别，是它早期都是摊贩，那当然在大概一二十年前，政府把它规划到这边来。那他们现在很多都到外面去。我先告你哈，啊，那你的户外当中有这个天光步道一之外，你还有其他的户外？你有什么？有什么？我都除了这个天光步道以外，要让八卦山脉，让较早游客，较早咱中国八景之一的八卦山再度风华再现，你有什么特殊、较好的方针？你的看法呢？八卦山的部分其实它。最主要还是大火了，大火其实已经变成是彰化的一个地标，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去把它去更改。但是整个周边的环境，包括刚刚议员提的交通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来考量。那包括议员上次提的前三，除了1895之外，还有一些步道，那这个有一些隧道的部分，那这一些防空洞，最近警察局也找我们在开会，我们一并来研议。大概有文化的气质的部分，我们都会把它拉进来。好，我们会来努力。好，那个田处长，议员的建议吼，你再给他多采纳了。哦。我刚才有登记的吼，假如没有登记到的话，再讲吼。那个萧淑芬、白亦如、萧文雄、赖清美、黄义宽、欧阳尊之。我们请白亦如发言。啊？好，好，萧淑芬、萧议员啊。好，我以前也没有。主席，我们县府的一级主管，还有议员同仁，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在这边齁，我先要请我们城管处齁，我们处长齁，回答一下齁。已经好几个礼拜前齁，我们城管处有到社头乡清水源我们温泉区齁，咱的当地社区齁，咱的鼻斗社区遐来开一个说明会齁。啊，我要请处长齁，你回答一下。为什么当天我们要召开说明会，当区的议员没有人接到通知？陈官处。谢主席、谢萧议员，应该议员没有通知啊，不然议员怎么会到？我们是民众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有的议员才跑去。那我了解一下整个通讯，我也要求要跟议员通知。总共有四位议员，这个部分哈，我是希望哈，不管你们是在哪个地方，只要我们县府我们有召开一些说明会，对，我们会通知，务必一定要通知当区的议员，让他们了解哈。那这边哈，我被改黑的城管处处长哈，因为我们在小组审查的时候哈，我就有特别针对。但这里温泉区我们现在要委外经营这个部分有跟你提出了意见哈。哎，一刚说实在，说明会召开的很快速，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很简单的就已经说明完了。但是哦，一刚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哈。我就把你讲再一次的再跟你重申哈，我们温泉区在那边经营，我们。地方都非常的期待，但是吼有几点的这个问题吼，希望恁会当纳入哦，也希望能够吼把这些问题一并来解决吼。第一就是吼，温泉区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希望恁会当吼技术性的
人员，当然咱袂当要求，希望讲如果比较没有技术性的一些人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让我们在地的一些乡民能够到那边去就业哈。那第二还有就是说，咱的排水的问题。其实吼，咱大家拢知吼，咱即摆吼，迄个排水问题自以前吼，都已经吼产生啊。即摆即摆烧啊，落一个雨都淹水啊。所以这个排水问题，你们也要去考虑在里面吼。一定爱先把这个排水的问题。过来就是咱温泉区设立了的时候，有一挂污水的问题、污染的问题。因为吼，大家拢知吼，离咱南中华这边面产地非常多，造产人非常多。咱排污水这个方面，你要安那去处理，绝对袂使排入咱的水利回沟，也是讲咱的集水沟，就是咧灌溉的用沟。咱一定爱先把这个污水的这个问题嘛爱处理好势，吼。过来就是咱的交通的问题，山骹路大家拢知吼，山骹路只要啦拜五拜六礼拜。都造成交通吼都会拥塞，那咱若温泉吼设立了时，势必我们的车流量会增多。那有什么交通的替代方案吼，能够疏解交通，这个你们也一并要考虑进去。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在小组的时候，我一直在跟你强调，你咧讲吼要收费，要收费，你之前是说泡汤要收费，现在连泡脚都要收费，那你收费的标准一定要定出来，那要回馈乡民的部分也要定一套标准，你要针对社头乡的乡民有什么回馈，针对我们有影响到的几个村有什么回馈的办法，一定要先定出来。当然我们现在委外他们经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一签的客户是签十年签十年，咱即摆若无事先甲伊契约先拍好势，后盖若等营运好咧时阵，你要甲伊讲，我咧讲收完啊。吼，我们可以就是说，哦，可能前几年他们刚营运好不好不知道，但是咱回馈部分我们可以先，吼，就是暂缓几年之后，他们营运状况如果好的话，那我们再来提回馈这个部分。但是你事先一定要把这些都列入在里面，唔好等甲讲，哦，做了了的时阵，后壁要来讲，我咧讲歹讲啊。所以这个都一定要考量在里面，这个是我今天要再一次跟你重申的问题，也是地方那一天开说明会所有的民众乡亲提出来的问题啊，促定吼等企业村吼在跟咱的相关的人员，还有跟我们 BOT 的这些承包商吼，能够再做一个探讨，要安那把这个工作做甲是上好的，让我们地方能够带动人潮，带动地方产业，带动人潮，也能够带动商机，也能够增加我们社头乡的一个观光景点。这是我们都很希望的，很期许的，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观光景点出来，是能够带动地方，不是来让我们地方造成了很多困扰。好，谢议员，议员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那我们就整个纳入评估。好，好，谢谢，再麻烦你。好，谢议员。好，谢谢，请坐。另外因为今天算联合，就是联席会哈，在这边哈，我要再一次的，就是也要请哈我们县长哈，还有就是透过我们当区的委员哈，立法委员能够向我们中央哈争取哈，教育部哈争取我们田中高中第三期的教育经费哈，因为县长今天没来哈，加请代理我们秘书长哈登去给县长报告一下哈。因为哈，咱田中高中哈，从我就任第一届议员开始，每次开会，每次提案，很高兴哦，在1998年哦，我们卓县长哈，就是答应说我们田中高中设立哈，100年度就开始招生。那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已经都如期的完工，前几天哈，加来第二期的工程哈，嘛已经哈落成启用典礼啊。那第三期的经费哈，到即阵啊哈，目前哈要遥遥无期哈。啊，这部分嘛，爱请哈我们教育处的我们处长哈，林处长哈，要努力。哈，甲咱县长还有我们立法委员哈，努力的向中央争取经费哈。因为顶刚哈，阮一直哈开会开足侪届哈，然后那个校长也一直讲，议员拜托你啦，伊即马吼教育部吼，啊咱委员讲吼，教育部这边面吼，干那讲要找咱管府提钱，重点是管府都钱无遐尼啊侪，这笔经费遐尼啊庞大。
还是要从我们教育部这一边来争取经费。那我们教育处、咱县政府这边面有法度配合的，咱尽量去配合，尽量去做。所以这个还是要努力去争取吼，唔好讲吼，迄工课吼已经吼拢做甲做完善了，都剩第三期的这个工程吼，予伊伫遐吼等于。说实在，就是延宕在那边那这样子对小孩子的一些软硬体设备哈，不够完善的时阵他也没办法好好的在那边学习哈啊，所以讲吼这个部分哦，请我们今天这个是副处长嘛哈，副处长回去哈，就是跟我们处长还有跟县长哈哦这边做报告哈，我们代理秘书长哈，请你们哈就是务必要跟县长哈报告一下地方的需求哈，阿兰隆起吧哈，我们的孩子都能在一个很优质的环境下哈，能够在那边学习成长。那另外哈，我在这上次哈我们定期会的时候哈，我有提议哈，就是说希望建请哈我们县长。跟我们计划处去表明吼，盈空再给他开一分钟，向我们中央吼争取立法院吼能够刷来咱田中高铁站，咱田中高铁站区吼拢总有184间吼，它的服务员非常广阔吼，啊，计划处长也跟我讲吼，这个可行性可以吼，我们也可以提供吼，咱有9公顷多的土地吼，能够让他们来做规划吼，所以讲这个部分吼，其实立法院能够迁到我们中部来，可以创造我们中部的。一些发展哈，那另外就是也能够带动地方哈，无哈，咱哦，田中高铁站哈，规划遐尼啊快所在，甲即阵啊哈，阿个哈寥寥无几哈，没有人来投资，也没有人来开发，那现在哈拢藏在远位哈，这是阮地方哈，即摆哈很忧心的。那立法院哈，在我们目前的那个地方哈，租金非常的贵，我相信讲哈，来甲咱中华田中哈，这个。高铁站内底站区吼，是会当吼来予伊吼足方便的使用，所以讲吼，希望吼建请我们。啊，请白一罗。主席吼，哈，各位处长吼，大家早。城管处哈，拄只咱赖议员有讲，我们那里咱的迄个天空步道遐吼，人潮有啊，可是商机有影，较无带动遐商机啦吼。之前我会记我有甲你反映，有咱迄个头前迄个圆环迄家遐，就要天空步道前面那里，我有跟你说那个新住民有没有？你讲要委外，你讲要 BOT， 我跟你讲是毋免，予新住民用一个机会所叠遐。结果你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都没有给我回应。来，城管处长，麻烦你回去。田处长。谢议员，谢白议员对那个商圈这边的关心哈。这边商圈大概有2层了哈。那第一层就是早期安置那个原来摊商的那一块。那第二层的部分其实荒了很多年，那去年开始我们有一个文创系统的对外召开，那只要他有做任何的文创事业都可以来申请，目前都还接受申请，那应该是他没有来提案，那基本上我们这里因为都是有游客在，可能不太适合当他们单纯的办公室，但是如果这些新住民他有他比如说本来家乡的一些文创的品可以做来，我们欢迎他过来申请，目前还有几间空间可以用、目前你说有那个文创的过去申请，目前到今嘛，对，有多少去申请过？目前有10几家都已经核准，但是他们开的时间不太一样，那包括有一些可能用硬币做项链，有一些做蕾丝，有一些做彩绘的都有，大概现在陆续每天大概固定会有5到6间会有开，那每天的状况不一样。因为那里真的荒废很久，现在差不多20几户吧，20几间吧，上下呢？全部不止，全部大概将近40间。40间，因为有2层。啊，据我所知，好像有一些之前我们有承租给一些摊贩嘛，对吧？就是第一层就是早期那个县政府把它安置在这边的。安置在这边，可是那些摊贩。好像没有在那里营业，有吗？因为我有当时去看，专工走去看，无看。固定在这边开的几乎都有人啦。
那固定在这边的有一两家会固定在这边，但是有一些还是会再跑出去，就是基地，这里当基地。他这里有，哦、他就是把东西放在那里啊，当阿都去包围呗啊。这边有开，哦有开，但是另外他也会有出去的这个状况。因为我是希望讲你尽量给因辅导吼，给因谈迄个所在啊吼，啊你买样在假日的时阵，迄、那个所在办一挂活动。谢议员，其实我们沟通过很多次啦。那其实像现在是最好时机点，现在游客就是在对面，比如说牌楼，对不对？看到对面就是开两三家，当然两三家的吸引力就很低。我去协调他们说，希望这段时间他们能不能全部都在这边全开。那这个东西涉及到他们很多他们的考量啦，很多有时候也很难强制他。我希望讲啊吼，不要因为一个加一个天空步道啊，大家来遐行一届就不爱来啊。对。因为没有什么商机，但那讲来。来给我们制造垃圾，你知道吗？对，所以议员跟议员报告了哈。山当然山上这几个摊商，我们还是要帮他了哈。但是最主要，其实整个商机，我们不希望只有这几个，我们希望他还是要拉到市区去。原有的个港宽是啊，看我们现在目前有空出几间，我啊是你上。主料好瓜，总共有空出几间，我可以来跟他们协哈协调，看看说，对，他如果有新住民，他们乡的那个也可以，他们可以把他们家乡的东西带动那个所在。好，嘿啊，我会邀请科长把那个资料给议员。好，你再把那个资料给我。好，好，好，谢谢。还有之前我有教育处长不，今天请假、喔。那个刚刚那个他在说那个什么？张义忠吗？对，张义忠有要甲恁借有无？迄、那个所在要做靶场有无？后来谈了谈，因为他的属性好像不一样，所以后来那一块就没有继续进行。哎、啊，有跟张义忠协调过了。你跟他们协调过？有，那时候因为很多家长在跟我反映啊。对，好像他有几个项目，那有一项目好像他原来在设校，那有两个项目就是射箭场跟那个曲棍球场啊。那时候教育处好像有给意见，就是说他们原始在设校的时候，那个项目他们就设定不知道在哪个学校要做，那有这个事。那如果因为现在已经做临时停车场用了，如果义中这边将来还是可以客户他那边他还需要，我们可以再来谈，这没问题。那上次议员讲过之后，我们有跟他们协调过了。好，你有跟他们协调，因为你们协调，我伫遮吼，甲所有的处长讲者吼，阮议员给恁的意见，还是讲阮们给恁的，希望讲你们有协调，还是说你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拜托恁甲阮回报者，吼，不要说每次都爱阮甲恁堆，爱阮甲恁堆，啊，叫恁家个老阮回报。这我再来补强一下。系 啊， 啊，像有那个家长在问，是家长在问讲，啊，恁今麦协调到倒位啊？你们都没有回报给我们。好。我再补充一下、啊好那就嘿，那就记得你们以后有什么事要跟我们回报一下哈。好，谢议员。再来那个，这是社会处跟公务哈，迄天我有问诶乘车的问题，为什么网路你拢有收到吧？处长，公务处长，你有收到无？写呐。各位65岁以上的乡亲有福，8月1号开始，我们乘车券可以搭南投客运、彰化客运、员林客运。谁？你有收到无？无。处长，你有没有收到？安尼，你起来，过来换你后边。有没有这一篇？你念给大家听一下，看看。有这篇有？我有这篇。啊、我今晚我要催一个，因为很早，好几天前就有收到这样。几下工程就接到这篇的，那个我要找一下，因为带很多。我找一下好不好？好来，那个各位65岁以上的乡亲有福了。自8月1号开始，我们的彰化县长者乘车可以搭乘南投客运、彰化客运、员林客运，这个都可以刷卡。
所以到台中高铁站要去溪头也可以搭三家客运。而9月15号以前呢，彰化客运将开发彰化至溪头的直达车，亦可刷卡。请各位乡亲告诉你的长辈，不要错失良机。感谢彰化县政府努力争取下及彰化客运的配合。后面就有个人的一个，我来，后边迄个人的吼，来阿吉平安的来。我不清楚哎，真的嘿。阿吉平是当时什么时候实施的？那个目前还没有。之前是那个公务处，他有在争取路权，就这样，目前只到这样的阶段。部长，拄则处长在念，你有注意听无？有吼。这边，公务处长，好，谢谢主席，谢谢我们议员对我们公共运输的关心哈。我来议员报告哈，因为咱伫迄个顶一届定期会是咱议会吼，包括咱议员嘛接顺啦吼，啊包括咱的足侪议员，咱将有提案，伫个上次第三次定期会，提案第5号和第53号都叫我们去增辟这一条路线，啊，阮即马是咧走行政流程啦，对。哎，再给他开2分钟。我即个意思是讲，这篇是当时发的，当时是四个。为什么他写8月1日开始？过来就是9月15之前会用达成。迄天我甲你问的时候，南投客运你讲要袂使嘛？那个有没有补客运？有没有接受我们的补助？哈，我们的长期服务补助？你说还没嘛？那个是那补助的部分是社会处在处理。不是不是、啊、路线。对啊，路线。路线的部分是。我还没有公告，所以都还没有业者来投标。对啊，啊，现在这批会招这批出来？这个我不知道，之前是有记者询问我，我是说我们已经跟交通部公路总局申请到路线，那后续我们会依照审议规则，征求业者来经营。我跟你讲，为着这批啊，偌济时段，拢讲紧嘞紧嘞，8月初开始就用坐南投线。我讲。议员，南投无驶来咱彰化县。南投客运对啊。无驶来咱彰化县啊，所以无阮管。啊，所以我甲你讲，这批按倒来的，恁应该查看嘛。恁拢常常，即马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用安尼传落啊吼，我来讲是恁的问题，绝对，因为阮无可能这路线规划啥，毋是阮的问题啊，是恁的问题啊。到尾啊，骂嘛是骂恁啊。对，所以我刚刚有跟议员报告，你们去查上次定期会有很多议，包括刚刚我们赖议员在开议之前，不是，我今麦主要就是讲，您爱来查看嘛，这篇是按得出来，是虾米人乌白讲，吼、哦。我们会再了解，把实情做一个新闻稿跟民众做一个澄清。哎，阿哥来啊吼，未来就是不管啥，像这个社会福利的事情，吼、哦。赶快，社畜，你们发文，每一个议员都要发，卖讲定定吼，和某议员伫外口讲吼。再1分钟。卖讲定定讲啊吼，和某议员伫遐讲啦，讲啊吼，敢若伊一个咧做啦，伊一个咧提案啦，安尼阮遮50几席的议员到底是拢咧创啥？像今仔开会，迄、那个上高提案的敢有来？刚好来，对不？主席，这个我提过。你们爱较认真提案的。好、哦、啊，好，处长，这个就是跟你们所有处事讲一下啦，吼、哦。卖讲吼，因为个人的迄议员因素，所以安尼你也得失掉阮只50几席哦。好、哦，好，说到这里，谢谢。好，现在我们请萧议员萧文雄。啊，咱主席，和咱议会啊，同仁啊，咱管副国主席，和咱处长吼，啊，咱议会的咱议员同仁，包括咱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吼。啊，伫这我来为这关键啊的问题吼，我来问咱公务处长。啊，咱公务处长啊，咱即马嘉青路吼、
我出来何错路？我迄日有甲你讲，这条要紧想办法来处理，吼、哦。啊，伊安怎讲的？迄日咱电话机讲了的时阵，我嘛拜托公所要甲恁斗处理这个架构问题。但是这个架构问题，照你讲是要恁来办，要安怎征收、计销、要什么计销，恁怎当处理？起码大概公所初步甲你做了后，公文给恁，既然叫咱厝的人退掉，吼、哦。我伫咧想法是毋是讲，这条路本来咱就是讲要做进行，无先摆入咱这个生活圈重要道路，中央无补助嘛。那当然雄雄要叫公务处，吼、哦，摕这千外万，可能会较困难。那会较困难的情形下，应该生活圈你报了吧，吼、哦。你如果若也未报，是毋是爱紧报？安怎讲？这条嘉庆路，吼、哦，自过年过来通车到即马，上下班时间绝对塞伫即街，因为即街太细街咧，六十米。那六十米征收加工程费，吼、哦，公所甲你算来，差不多千二万。那千二万，是毋是讲你一定要摆到生活圈，差不多帮咱来处理即块，吼、哦，还是讲咱？每年都有法度用预算来处理这块，啊，无你即马，吼、哦，我伫咧讲上下班时间塞到足严重，啊，因为短短六十米都无法度人通啊，吼、哦，这声咱请处理先答复一下，好、哦、来，主席。公务处长，谢谢，谢谢主席，谢谢萧议员对于我们那个河错路往和美市区瓶颈路段的关心呐、啊，吼、哦。啊，其实这个所在造成我咱和美交流道要来和美街的塞车的部分吼，主要讲这条路呢。馆长嘛，真重视啦。啊，我们内部哈，我们跟我们的财政单位哈，我们也有研究哈。那我有交代我们同仁哈，后续会找和美公所来开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瓶颈路段对和美的影响很大啦，所以我们也希望和美公所能够做一些，不管是土地征收或者是经费上面的协助哈，我们大家互相配合来把这一段路看怎么样把它做完成。对了，啊，你什么时阵有法度人出来工作来开会？嘿，可能我最近在跟白时间发文啊，这时间出来了，我会甲议员这边加报告。应该是不是讲咱在咱这个年底编预算进行先开会，要编预算也好，要对中央争取也好，你绝对嘛是爱有一个准备跟压力。有一个，即马有一个规，那个有一个补助的原则啦，吼，所以一部分我嘛要让公所知影讲，这条路对公所真重要，啊，希望公所伊卖重视这条路，应该的经费卖使出一个，啊，咱合作来个这条路瓶颈路段个完成啊，呢。好，啊，你无则拜托你赶紧处理者，啊，要开会，阮河美区议员则来阮通知者，大家议员都咧关心，吼，啊，因为无简单通这条路遮尼好，这个瓶颈来塞伫遮，吼，啊，你无吼，啊，你伫遮我想到个。问咱局长一个啦吼，迄、那个跟咱局长，我拄啊伫咧问的这个何错路啦吼，这个瓶颈的时间，咱跟咱局有法度通讲上下班时间，咱的大卡车也好，咱这大型车也好，是毋是卖互伊对咱这个何错路落来？因为这短短六十米，两台车无当相闪，啊何美街啊！总共啊，这条路通出入，吼、哦，是毋是讲咱这个上下班时间的时段，大型车禁止对这通行，会当照咱这条啊嘉庆路行到河港路，复坐一轮就对啦。安、啊、尼是毋是讲，这个六十米，伫这个还未做进行，会当来帮助和这个交通会当顺畅，是毋是讲，这咱局长这边有法度带咱河尾到三江无，或者？局长，咱答复一下，迄个主席拜托。啊，谢谢主席，谢谢萧议员的关心呐、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来召开一个会刊呐、啊，现场会刊，看这样动线来异动的话，会对交通有没有造成其他的影响？我们做个会刊这样。哦，好，阿你无早头，阮关心一下啦。哦，啊，因为上下班时间就好。好、哦，啊，迄边咱这个。啊！预销话拢会到过，但是大型车咱无法度人动工叫卖过来，拢塞伫遐吼。安尼啊，叫你感谢你啊！伫遮啦吼，我搁再问咱这个
小处长，吼、哦，小处长，咱即马即个吼333育儿，吼、哦，育儿真好，当然是这是大家共识，我嘛认为安尼足好个。但是咱敢若有疏忽到一点，即、這个三岁的单亲的囡仔是要补助，还是一定无法当补助？安怎讲？因为我有协调过，都已经有两三对，吼、哦。第一，为着囡仔再结婚呢，结婚了离婚，吼、哦。过来，就是讲，听下囡仔生了，吼、哦，囡仔生了家庭问题，即摆少年都歹流落，吼、哦。结婚了，囡仔生了，就算啦，吼、哦。这个单亲，我的感觉啦，吼、哦，我个人感觉是讲，这个单亲这三岁。你若有补助甲无补助，对这单亲的囡仔是比吼、哦、中收入、中低收入还阁较艰苦。你唔知有感觉这块无？吼、哦、啊，因为咱即摆摆这个吼、哦、摆这个排户，当然这是以官府有申请的政策，当然这是照规定行。啊，我是讲这个单亲的吼、哦、三岁内底单亲的部分。你是不是有法通了解讲人数多啊少？如果若无真多，是不是会当列入讲咱排户之外，吼、哦、三岁单亲这囡仔会当来补助？请处理员答复。啊，主席拜托。十二组长。那个主席哈，萧议员哈，谢谢你上次也提过，就对这一块的关心哈。那跟议员报告一下，卫福部本身就有。比如说父母有一方未就业的吼，对不对？那就是每个月可以补助2500，还要托育3000。那你刚谈到的单亲那一块，我们对于特进，我们也有我们的补助办法。好啊，所以讲这是本来卫福部有补助的物件，那只是我们这一次的我们县府本身的333政策里头，那个生一胎30000，啊每个月3000，这3000的补助对象。只给中低收入户就没有包括。对啦，咱规定，我即摆是我就来讲，这是大家协调，我嘛认同这个安尼做对。即摆是讲，差你这个三岁来这个单亲的囡仔，以阮伫咧感觉是讲，这三岁来的单亲的囡仔是比，再给他一分钟。哦，比咱这个中低的家庭会搁较艰苦，你唔了感觉这个奇怪无？你若调查看卖，我是安尼讲啦吼。你若感觉讲单亲三岁单亲的囡仔，若是比吼、哦、中低收入的囡仔较艰苦，那咱就爱这个习惯爱做，或、哦、者是属于人讲边缘户嘛。哦，你当然照你讲排户的规定，就是咱管路心有过，你来算什么了？12亿存4000万，等于存在老遐无咧生啊嘛。哦，无就是绝对是有问题的家庭，才有搁生啊嘛。吼、哦，迄比例已经细到有够细啊！啊，是毋是讲咱会当用这4000万，你啊无你来用这单亲的这吼、個哦、这奇、個、怪，是毋是补会过？吼、哦，这无好，那个议员，我们再来演绎好不好？再研究看看好不好？ Okay, 好、哦，谢谢你。好啦，阿你我问大家吼，啊，感谢主席吼，谢谢。OK。赖议员，赖清梅，嗯。你叫谁？好，主席哈啊，一个主管、媒体朋友、各位同仁哈啊，本是第一次发言哈。想要请问咱的公务处长，公务处长，你在阮河北省旗办的嘉青路哈，这条2.8公里这已经开通啊。啊，我是咧想讲吼，检修敢过啊？啊，保固期过未？为什么那顶下呢？像吼立家呢，遐大坑，还呢遐侪议员，遐侪民代当地的居民，大家拢是伫咧关心吼。啊，这是免啦。安尼遐都会立啊，而且迄刚立遐，佫毋是讲落雨落甲安怎哦，吼。啊，迄条就是沟嘛吼，掺要排水啊。遐既然会立，别个所在会立袂？你有考量这无？啊，即嘛免安处理，敢若甲补补就好啊嘛。吼，主席，我先是毋是会使请公务处？公务处，谢谢主席，谢谢我们赖议员对于和美交流道联络到第二期的工程品质的关心哦。那跟议员报告哈，其实他那时候
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有一些下线的情形，我们也很讶异啦。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请厂商赶快去把整个交通安全做好，把它做一个开挖。那我们当初第一个的想法是说，会不会田尾排水的，这边的水位比较高，去影响到哈？没有。那后来开挖之后是没有。那后来我们又去调了整个当初的设计图，还有跟我们工公司跟我们内部做一个判断哈。这个部分可能以后我们整个设计会来做检讨。它当时候的一些土方的填土，为了达到土方平衡，所以它有一些当初的土方是用田尾排水这边。那个哦，哎，像的土方，那边土方很泥泞，含水量很高，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那时候原判可能是这个是比较大的因素，而且也有跟请教当地的居民，还有当时要施工的工人哈，他就说，确实那时候的土方哈晒很久，跑不搭，跑不搭。这么难啊，2.8公里，反正要等下个保护期过去了，我们以后对这个路基的部分，不小心了，落去车辆了，走落去还没排水，都叫流去，安那边呐。是不会啦，是跟议员报告，因为田尾排水我们有做整个挡土墙有做起来，所以它侧向力是够的。那目前就是可能我是怕地基比较有的时候它有含有的部分可能还有含水量比较高。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注意。好，那时候一挂小问题吼，譬如讲有一个住户啊，伊讲吼，阿伯拢伫遐，有啊，你嘛有行过去看吼？啊，伊即卖用迄栅栏甲伊围掉啊，啊，伊围遐久啊，到底当时才要甲伊做迄个护栏起来吼？哦，迄个全部个我拢有交代设计。我会在只观众国客行过去看尔，你敢若一地一地迄落？迄大地栅栏，甲因围起来尔咧，真诶是事实咯，无做哦。哦，原来你讲诶是讲三号桥迄边遐围起来，迄个下坡下去坡道。不是，人家的住宅区的旁边有水沟嘛，啊，你无做护栏啊？啊，迄阵你有行过去啊？对 对，我说我要做那个整个隔栅，嘿。对啊，没有做、哦。我会去追我们同仁，尽量快一点。我无做已经几个月啊。那个，我跟议员报告。你搁拖愈久哦，百姓愈无感啦。这个当时候县长去。你做做好，拢无人做，对不？你敢讲用迄个规地迄个做啥物嘿？水泥方块。纽泽西护栏，嘿嘿。伊迄个嘿，对，纽泽西的都大地，迄种讲违建安尼，我感觉违建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好，我会去追进度啦。啊，过来吼，嘛同款是你啦吼。我问一下吼，因为我最惊讲吼，风台期讲系咪还袂过嘛吼？我新港唯一的地下道，长春地下道，你曾经敢若我看这媒体有报，你讲啊无就咱回归咱家己来管理，因为当地民众认为啦吼，你讲无咧落雨，一年四季，敢若好做那个人讲迄滴什么那个。地干咧规个啊，青苔长得到处都是，哇、啊！入去安做阴冷的安尼，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不三时就安。从开通十几年来拢安。啊，你也看哦，顶下因为马达故障吼，啊，公所封三礼拜。哎，照你讲封三礼拜，应该塞车有人反映，大家无感啦，因为迄条等于通车流量很少，拢无人咧行嘛吼。啊，你有烦恼着无？我身为哈当地的居民，欢乐的你敢不知？都一天了塌下来，我没有这个危机，有这个规律，我会欢乐呗。跟议员报告哈、那个地下道是之前在他们深港在做重划的时候做的，那我很讶异了。我知道有这个地下道，第一个，它上面没有快速道路，什么都没有，下面也没有铁轨，它竟然做一个地下道，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公务处对于整个的不管是地下道或者是路桥、天桥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做一个列管，因为在台风期间或者是汛期期间，我们都会做列管。而且我记得我们也有跟公所那边，他要去做相关的警示标志。好，像我们在彰化的民生地下道就有做，二水那边也有做。我记得这一座我们也有列管。啊，那目前他的整个的权责是在公所那一边。深港有做你说什么列管什么警示标志、啊？因为我们对于地下道哈，它在台风期间要不要封闭？好，整个道路通行安全，我们是有做列管。我知道去年哦，封闭是我去打个电话去给警察局去的，因为我惊讲外地人来，唔知讲迄地下道已经袂当哩。我家己惊一地下，我就知讲啊，这地下道内面拢水已经满出来，我紧敲电话给警察局，他是才去拉线的。
那个。哎，哪线呢？迄毋是伫风台时淹水的啊？啊，是风台，无我讲的迄阵是风台，旧年迄阵是风台，是我拢会去到处巡视的时看到，我家己去敲电话，无迄个物件，我敲电话请咱的警察局去甲伊封起来啊。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平时都咧滴水啊。咱是毋是爱防范未来？咱敢爱等吼，迄物件吼塌落了，跟着人了，从即马咱会看到啊，车辆啊、游览车消失，遐侪人才讲啊，倒一台无标准，倒一台安怎？平常我们都要注意。啊，虽然你看哦，迄个地下道人烟稀少，无唔对。啊，恁是毋是较好诶处理方案？甲伊看是要填平。哦，我刚伫咧大家咧开讲讲哦，填平，然后填平也不错哦，反而更较坚固啊。啊，无你来看面顶。面顶嘛是咧拍风咧啊，无创啥，从你拄下讲诶，也毋是铁轨，也不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或是连农作物都没有种，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弄一个地下道过去安尼？然后阴森森，啊，较早你嘛知影，迄阵若电线砍咧，啊，就去用扭去，吼，那时候可能你还不是处长的时候，或是有一些歹徒底下练什么，当作打靶在那边练。现在是没有，可惜咱看到的嘛是安尼讲，看那阴森森啊，入去的回音啊，好几个分钟都碰不到一部车啊。我是惊讲，都是刚搭落来时，这个疑虑有哦。你看长期一直伫咧滴水的物件，滴十多年，你看伊的寿命会使搁滴几年啊？要买一个迄个旧的时啊，寿命旧的时，伊人搭落来时，公务处啊，你袂当讲干那管理的是咱公所啊。咱刚刚做诶，刚无责任。虽然是浅草做的，可是我们还是有责任啦。啊，最近刚被安诺搞讲，啊，不要建这个地下道上面那个可以保固在20年。你若敢给我安尼是，我嘛较安全，较敢讲信任。啊，你若无啊，啊就等单立来再来拍算安尼。我们当地的居民不能接受。好，那个非常感谢议员关心哈、哦。那个短期的那个整个地下道的安全警示，这个我们来跟公所研议啦。啊，因为当初这个开发的时候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地震处还是公所这边做一个开发的哈。哎，啊，我们那个应该是比较长期再来跟他们研究。啊，短期安全性警示标志的部分，我们来跟公所研究。哎，啊，上好是知道讲，迄个地下道我拄仔讲的嘛，会当够安全有几年的寿命嘛？我若甲居民讲，讲哦，即摆还阁安尼，阁迄咱的专业人员说，还阁十年、二十年啊，对无？啊，你讲行袂要紧，啊，你若甲我讲剩三个月，我拜托的，大家都唔通行哦。我倒对一个歹运，就去予伊立落来去地掉，啊，真的对我们百姓吼、哦，没有安全的路吼、哦，我们尽量不要开通啦，吼、嗯嗯嗯哦。啊，你去研究看卖，我也是讲研究看卖，倒一款有法度再知影讲人行才会安全。啊，无你啊看一条路，地下道有这，我嘛知道你嘛敢做你，感觉做遗憾的讲，哎、啊，奈做一条地下道伫遐，我嘛感觉阮做一个伫遐，啊，就敢那治安死点焦，反而不会更好啦，吼、哦。好，啊、你我们短期的部分先做。探讨看卖，爱袂危险吗？以上，谢谢。好，谢谢。现在黄议员，黄义宽。多谢主席哈、哦，啊，迄、那个21号黄义宽第一次发言哈。即我首先想要来恭喜咱中华关警察局啊，吼，伫104年度咱即个社区治安的工作评鉴，得到咱全国第一名。啊，这是特优的嘛，吼，啊第一名，我直接要来肯定咱中华关咱迄个局长啊，吼，你领导的咱彰化县警察局所。总共好像严警总共有3000多个嘛，平常时付出的这个辛苦啊吼，得到一个高度的肯定。我是要请教讲局长，你对这个有啥物感想无？啊，想要甲你请教一下。杨局长，嗯。啊，谢谢议长啊，谢谢黄议员的关心啊。这个案呢、啊，其实啊，不是我们警察局，是县府团队啊，大家共同努力的。还有社会处，还有我们消防局啊，好，各方面大家的团队共同设计。社区治安会议的这部分嘛，社区治安这一部分是大家共同的。那评分里面有各单位县府团队的努力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县府的各单位哈、啊、都非常的努力，这荣耀应该是归于县府全体啊。感谢县长的领导。嘛要真恭喜讲你去接受的
像行政院院长的上一次是为民服务的，行政院的为民服务的。啊，因为我甲看起来是啊，吼，彰化县警察局并不是六都以内，但是我们的治安社区评鉴的话，能够胜过其他六都的话，相当难能可贵，表示彰化县政府的团队的话，力有积极在做。但是我伫遮吼，本身想要拜托局长吼。这个部分，咱会当来做个第一名，高度肯定。我最近定来接受的，我民众，我提出建议，讲彰化县、彰化市的门面是，就彰化东区，讲沿线台一线就是中山路两边的那个晦气。或者是说那个汽车做乌白停的停在两边边，但是那不是红线，不是红线，是违规停车。这是真正有碍观瞻跟市容。啊，在这部分的是，我是要请教局长讲，这敢无法度来改善。啊，这一部分呢、啊，如果说他的一些物品啊，牵涉到道路上啊，造成交通的安全的问题的话，我们会来处理。那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会跟施工所还有环保局啊，我们共同来做。这就是讲一个盲点，你知道？办啦，讲遐违规停车，放伫遐的无车牌，啊，都爱讲这爱找环保。环保局讲这就是爱去找施工，施工所讲这都爱去找。感觉讲这个工课，敢无法度去整合哦？啊，议员指的是那个废弃车辆是？欸、不是废弃车辆啊，伊在摆卖挂嘞，是在店慢慢脱售啊，啊嘛是有的任意给你藏足久嘞啊，不是说完全都是只有是车辆的物件。我今麦讲你去中山路看啊，包一扎嘞是长久以来是啊，哦，拢是堆高机拢藏伫嘞。堆高机是属于那个危险的，被放在那边嘞。啊，那个鞋啊藏关关，让大家看到，桥头啊那个人会闪过。虽然伊也无违法，但是长期站在那边的话，你家认为讲安尼咁适当啦？这边我们去了解，我们我是感觉讲，伫彰化倒入来是即马坐高铁啦，来彰化市，来彰化，拢会行位啊。即阵来是就是咱即马推动东区都市计划，啊，目前还未都市计划，就是个所在小我去疏忽。啊，迄个所在入来是互感觉爱互印象伫入彰化有一个好的印象，包括即个两边。那这一部分我们会请分局跟交通队我们规划来执行。那有关于对高机部，因为它不是车辆，它应该用载运的，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但是也是这样取缔。你警察局嘛是会使去甲劝导，啊，讲可以取缔啊，因为因是营业单位的，我们不是说他已经安尼就是恶者啦。但在行人的方面、交通方面的话，它其实有一处啊，无啥物恰当，无啥物适当。是。高机，你讲伊唔是迄个交通来管，但是啥物人管，伊就是占伫道路啊，占伫道路，这是事实，确实的问题。这部分呢，我是唔是讲，咱再去甲了解一下吼？是，啊，迄个执行，局长请坐吼。我请教迄个城管处啊吼，处长，城管处，我请城管处。哎，丁处长。处长，请教吼，你的天空步道咱今嘛安尼？造成一个人潮来，第一个效果已经出来了，但是我听讲你预计九月份要落去收费啊？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决定。那县长是在开幕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三个月内试营运不收费。那至于三个月之后，我们会再做评估。那七月十号算到三个月，应该是十月十号。你看收费高。有迄个效果出来，收费是安那，一个人按什么收三十五十，啊，一工做成功两千个，爱当收你真济，要来弥补讲咱迄个投资的成本。假是讲真正正要发展观光，咱一、那个迄个八卦山的方法在线。它两个模式啦，哈，两个模式各有利弊啦。那我们大概都会评估。
那当然收费有它的好处，不收费也有它的优缺点了、哦、我是感觉讲收费对咱的财源增加特别无济。啊，过去伫二十年前，那是一中华八卦山来讲，要爬起哩，会使讲游客足济，但是这几年你嘛家己足清楚哩吼，也是减少的很多。啊，足无简单，咱会当做这个健康天空步道的时，迄天造成人潮，最近嘛是，我捌一暗时啊吼。九点外去甲检，还佫真济啦。啊，但是真济人拢甲我反映讲，啊，即款来即来收钱，敢有啥物意思？其实我们比较希望的是，来这边之后不要只在山上。山上其实即便要做商业都有限，最好能够拉到市区来。你有桥有七个，迄个交流道出口，七个出口，你要为大开始收钱来算。有的是第二个爬起来，啊，有的是头一个爬起来，有的是第三个爬起来。所以实际上，如果要进行收费、啊，那每一个切口都要管制哦，会有多人力的问题。每一个切口都要管制哦。对。啊，安尼讲嘛是爱人力啊。对。人力成本啊。对。我是徛伫民意代表的这个立场嘛吼，我是建议讲，会使爱收钱，对咱的财政无增加真济。啊，好不容易做一条开的成本嘛，才将近八千万只。啊你。再给他开一分钟。你讲今仔日外县市伫南投临近的县市，我老人三台五台游览车来，啊、你讲，不一输阿子，啊，嘛爬去了顶啊，行行看看，互人了解彰化，看彰化的风景。跟议员报告啦，其实天空步道这个，我们最优先的一个做法是希望能够带到我们市区，包括我们县内。所以其实我昨天有跟我们那个彰化县旅游产业协会淡道网的理事长提，如果他们这些业者可以提出一些优惠方案，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把这个优惠方案丢给旅行社，丢给我们这边。那我们是希望趁他来到彰化这个时候能够去消费，这个是第一最好的方式。那至于山上是不是收费，他其实收的钱可能只能打平他的持平，因为收费衍生出来这些人力跟费用。再来是，你就是规个头尾拢差不多将近一公里嘛，拢是白色的，白色的。对。啊，你也无分段，啊无片。目前是有用编号了，但是这个编号我们早上也有讨论，跟在州务县长那边讨论，跟卫生局也有讨论到这个事情，那觉得可能不太够，所以我们会再来补强，包括是不是要用颜色的方式，这个我们都在评估，会再补强这一块。我们大概几个主要出入口都有告示，希望不要穿高跟鞋进去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养成国人有一个基本观念，到山上本来就不应该穿高跟鞋啦。那也不能说因为有少数穿高跟鞋，我们就把整个铺面再去做一个投资。应该是这样讲。很多设施并不能满足100%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宣导清楚，这是确实的。那比较应该要改善的是，比如说安全上或是指标上不清楚，这个我们会逐渐的补强。那包括上个礼拜有一些人可能在过雨之后有一些滑倒的状况，那我们也都立即去做了一些改善。是。那个有晃动，那我们大概有跟那个原来设计跟施工厂商大有再做一次确认，因为钢构的东西它本来就比较会晃动，但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比较太多人的时候可能会有推挤的状况，这个是可能比较危险。我们所以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
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有请保全的，就是假日部分我们会派保全部分。那最主要是针对一些重点区域跟几个出入口，当里面人数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启动管制的一个机制。是。好，谢谢议员。好。好，谢谢议员。好，谢谢议员建议。哎，我们请欧阳真之议员。大家好哈，首先哈，我想请教一下呢，波阳哈有一个太平桥，之前是因为有围桥鉴定，然后就是把它封锁。我想要请教一下处长说，从鉴定围桥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啊，主席。龚处长。谢谢主席，谢谢我们欧阳议员对太平桥的关心哈。那太平桥应该是从我来接的时候，它就已经封闭了。你来接多久了？一年半了。一年半了。所以对 KO 顶好，还有埔盐乡二林镇的话，很多人通往这个地方哦，实在相当的不方便了哈。我想请问一下处长的话，目前这个围桥的话，那你经费取得？有进度吗？跟议员报告哈，就当初我们桥梁检测鉴定完之后，我们就用一些一开始我印象中一开始是用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做公所啦，公所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让不要让重型的车辆进去啦哈。那后来就是因为还有后来发现桥梁还有持续下陷的部分，所以整个就用混凝土把它隔开哈。那我们在今年。应该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就有报的时候，因为交通部他有筹了一笔钱要去做桥梁改建，差不多5亿，那我们在今年度我们有报上去给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审查。那目前我知道的讯息，因为这一座桥它是属于一般村里道路，它不属于我们县乡道的上面的桥梁，所以目前我稍微得到的讯息是这一座桥梁不在他们补助范围里面。所以今年还是没有结果。因为它是一般村里道路，交通部认为是地方政府，就是公所跟县政府的权责了。那这一座桥梁，依照我们目前设计的经费，用最简单的把它的整个经费当下来，也要5-6千万。那目前这个经费，我们还在想办法。哦，是，我是希望讲借这个机会，你甲彰化县民吼，有咧经过这的人吼，你可以知影讲，啊，像咱遐尼久。啊，围桥动起来，当然危险，就是爱动起来，别当好当好，甚讲就是侥幸的心态，说应该我过去应该没问题了哈。这个要产生一些什么意外的话，都未知的哈。啊，是不是说，咱管建户就是加把劲，努力看看，好唔好？好，是，谢谢。好，请坐哈。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这个东螺西哈，这个黄逊道路哈，来往的车辆也是蛮多了哈。啊，那拄到落雨天吼，甚也加速它的损毁啦。看过还是说当地民众反映之后，我有跟水资处反映，好啊，那水资处嘛派员跟我现场去会勘，好啊，我们水资处的当然事后会把这个些坑洞吼，经过几个月之后补上来了哈，嘛是爱给您额露了哈。但是这个贴贴补补的话，补丁的话，实际上是。好，有当时啊，一段时间都无济于事啊了哈。啊，想说请水资处处长哈，讲第二西路哈，到这个太平桥这个地方，当初有就是我们逐年分段把它哦重新刨除再铺柏油路了哈。啊，算效果袂歹啦。啊，想请问一下水资处长，你过来加，你敢有个计划？过来下去往石碑桥那地方，你敢有个计划讲？逐年分段把它处理好。哎，水资处。好，谢谢主席哈，谢谢欧阳议员对我们水防道路的一个关心哈。那我们知道那个旧竹尾溪的那个整个一个堤岸道路哈，就是说水防道路哈，整个景观跟风貌哈都非常不错哈，而且现在已经发展成那个地方通行的一个道路了哈。那之前就是因为议员这边的建议哈，所以我们有做了一段哈。陈主议员刚才所讲的那个就是太平桥到那个二溪路这一段哈，那当然后续哈我们会评估哈，如果说这个地方是那个已经发展成地方通行的必经之路的时候，那我们会
那个积极来研议哈，是不是来逐点分段来改善这个我们的一个水防道路的一个状况？以上。小处长啊，哈，你们其实对这个黄兴道路的话，我肯定欢迎，虽然讲北上马上用，但是如果说有坑坑洞蛮严重，还是说倾斜很严重的话，影响到说在台北州，还是讲这里、机车、汽车，还是货车，这哈、你们都是有重视的哈，啊，希望你逐年分段给完成，拜托，哈。谢谢议员。啊，另外就是事务证明哈，有陈请工地，但彰化县客户店。正安段715跟716这两笔土地南侧吼，伊这排水沟渠啊吼，啊因为足久拢无修理，所以无得发挥这农田排水功能啦吼。伫民国103年，经彰化县农田水利会办理疏浚修缮工程于施工期间，迄两笔土地地主提出异议。哎，处长，请坐，请坐下。将而停工啦吼，啊，经过地政单位吼重新测量之后。很意为农田排水沟渠哦，土地哈确实是这个地主所有的啦，所有的啦，所有款是伊啦哈。啊，这个沟渠伫乌西重划的进程，都办理农地重划，啊嘛划定，然后施工完成，伫这个75年到76年农田重划完毕啦哈。啊，这条高嘛是2.5至3公尺的宽度，好，然后重划前嘛有设计人员哈实地去会勘，所以嘛知讲这个。河堤的这个水量是非常的大了哈，所以这条沟对当区在农田排水是非常重要了哈。啊，经过地主与农田重划后提出申诉，南管政府将原来划定完工的农田排水沟渠重新划定变更树林的了哈，所以作者人这部分来澄清哈，像我澄清这样子了哈。啊，因为这个代志已经建立久啊，我要。就是跟地政处长就讲，伊当初把这个排水沟渠划定私人土地，这是一行；再来讲协议的内容，第一行，因为这个是当初的事情，跟你们现在都无关，但是行政上是延续了哈。我想地政处长麻烦你解释一下，另外讲，我们希望的两个重点就讲，那你当找修复，哦，修复的方式，还是替代的方式？会帮助这样30公顷的这个排水功能会当可以恢复，请咱的地政处长。地政处处长。多谢苏先，多谢议员的关心嘛。这个乌西重划区，因为这笔土地都伫重划大渔村的东边，啊，即马就是这个定南段715/76这两笔土地哈，当初啦，阮会再有特别去调查当初的一个会议记录吼，就是讲伊当初有答应。要为遐个为从南边遐地接要做一个迄个通行的使用，但是后来啊吼，唔知啥物原因吼，说无去进行着即个后续的即个一挂土地分割，啊，现属实伊的沟啊，也阁是算一批土地的南边，所以针对着即个方案吼，阮会演绎着讲，就当初开发化即个决议的部分，因为已经土地拢阁过户去啊，啊嘛爱互伊即个子孙去了解，讲因的师大人，也是讲伊的政治手。有去做些答应，伊是唔就接受这个方案？安尼我想想，去解决到这排水的问题。再给他开一分钟。这地方吼、哦，涉及的层面是蛮大的啦吼。我地政处长、农田水利会，还有地政事务所，啊，搁加地主吼、农民吼、所以我想说，请处长吼、就是继续努力吼、保持联络吼、我们这些有陈情的农民吼、几啊十个吼、就是还是在关心这个事情吼、麻烦你好，谢谢。下一位是张东升议员。谢主席哦，35号第一次发言。本席针对我们那个天空步道哦，因为这几天我们有很多议员在关心这个事情哦，跟我们城管处长来做一个讨论哦。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吵就是钱吵哦，所以在这本席要建议我们的城管处好好去评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刚刚处长有提到，我们这一次主要目的是要把人潮带进彰化来，让他在彰化消费。所以，我们彰化县政府能够所取得的财源，除了收门票以外，还有的就是说，他在彰化市造成的消费就是我们的税收。那怎么让他放到最大化？应该是刚刚处长所提的说，这个部分能够让他
在彰化市消费，所以这里本席有几个提供的一个意见来跟我们彰化县政府来做讨论哦。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门票到底收跟不收？本席认为说，门票如果不收的话，能够带动附近的一个人潮来消费，反倒是对彰化县是有利的。那假如说你坚持要收门票，造成包括彰化县民都不愿意来的时候，外县市也不来，花的钱等于是白白浪费。好，所以这一点一个观念，说我们跟县政府今天做个讨论啊。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彰化县政府我们的八卦山风景区的范围里面，有很多我们属于彰化县政府的土地跟一些房舍、一些店面，这一部分怎么样来活化才是最重要的哦。那另外停车问题，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公园嘛，在我们的下面有一个公园，怎么让它活化？曾经有一个林大哥有建议了，他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公园的部分这个公园已经停滞很久了，以前是属于BOT 的嘛，后来停掉了，到现在也荒废那边很久了。这个部分能不能够说现在我们那个侏罗纪公园这个东西，一直对小孩子来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哦，是不是可行？就是说在我们那个部分来做一个类似侏罗纪公园的一个景观、一些设施，让我们在天空步道上面人民在看走的时候，民众在走的时候，能有一个景点可以看，那能吸引小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他很想来这样玩要求父母带他过来。我想这样子来做，可能会对我们彰化县的这个天空步道的一个加值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处长有提到，那县民他希望他来的时候，不要只让他在天空步道走一圈就回去了，他没有办法产生他的效益哦。这个部分包括我们议员提到说，是不是有接驳车？本席倒是提议，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天空步道那附近做有那个 U bike 的一个停车场，让民众能够从车站下车之后，骑车到彰化市区绕一绕、转一转，那带到我们的天空步道来观赏景观哦。那甚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一个规划，就是说只要他在我们的彰化县的当天的发票，是能不能就是说提供说 U bike 是免费提供使用？好，这是请我们处长好来研究看可不可行了那其次最重要的是，这几天也有民众提跟本席陈请，就是说天空步道有一些部分的问题，有很多也提过本席就不再赘述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天空步道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遮蔽阳光跟避雨的地方。这可能我们未来城管处要好好去规划，怎么让民众万一在他们上面下雨的时候，还有地方可以遮风避雨。那另外还有一个环境问题，民众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从天空步道开始上去到最后下来的几个出口以后，中间完全是没有一个垃圾桶的哦。那民众假如说他想要不要乱丢垃圾，乱丢垃圾，有时候也有点困难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维护这个景观的一个完美跟它的一个清洁？这个部分是不是说，等一下我们请我们处长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刚本席提到几个问题，能不能够来做一下研究，怎么来处置？是不是请主席请我们的田处长？谢主席，谢张议员对那个天空步道关心有关门票部分，我们会纳入评估因为蛮多议员都在建议这一部分，那我们会在这三个月里面做一个详细评估。第二个部分有关土地活化，议员刚刚指的应该是在那个大湖区右前方。那个早期本来要盖饭店，后来有跟因为大火中间有一些可能，建筑物焊隔跟高度的问题，所以暂停。处长不是那个部分，是在我们城关处的旁边，以前就有一个那个动类似一些，保育动物一些动物的一个公园在那里。跟议员报告整个大火从美术馆后方一直到生活美学馆，整个都是公园区。就是彰化市的公益，就是公园区，这整块都是公园区。那早期我们试图在现有几个建筑物，包括我们这里，包括那个温室，包括九龙池这边，曾经希望去透过都市计划，可不可以变更作为，因为它现行是建筑物，可不可以作为商业？但是内政部因为彰化市现有公园绿地不足，所以他好像做过一个决议，就是基本上不同意在个案变更为可建筑用地。所以几个都会卡住。那我们现在做法是在那个现有民族新村，它也是公园用地，站在大火右前方有一块
差不多2公顷，它是风景区。那风景区它可以做一些建设，所以目前的做法是，我们已经跟国产署临时停车场那是一件事，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一个拨用计划书出去，希望跟国用财产署拨用那个民主新村的地。那拨用第一步之后，我们希望把这个风景区也刚好都2公顷，跟那个做一个对调。如果都市计划走得通的话，那对调之后，那个民族新村那一块地是做可以做一个开发，那个时候我们会来再来讨论西部的那个也谢议员建议。那基本上天空步道它是一个设施，不是一个活动式的，所以虽然很多人建议要接驳车，但是我们目前不会朝这个方向来走，因为接驳车一部车就是10000块，另外它实际上它会造就又另外一个地方要找停车场，那接驳的状况它也不会到市区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是希望跟县内其实各个商圈，我也借这个机会，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时候你们想运用这个时机，有一些优惠措施可以给城关处，那我们会来把它包装。包装之后，如果旅行社愿意，我会请他们纳入行程。实际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透过旅行社的包装，它可以带到你们不管是商圈或是店家这边去。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那遮风避雨这件事，我必须要提一下，就是说。当然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包括刚刚有提到高跟鞋的部分。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山林的建设，不应该去满足说有些人担心这个事情。那倒是说，有时候正中午，尤其现在比较热，正中午我们倒是呼吁大家可以避开这个时间点。包括晚上，实际上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市民跟县民非常喜欢这边晚上的一个情景，我们建议是这样分开，但是有些场域它并不适合去做太室内的一些建设，所以这个遮雨这一块可能暂时我们不会去考量。那实际上整个路线上来讲，也不是完全都没有树荫，有一些区块它还是有树荫的地方，我想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桥上的垃圾桶其实是同样的问题，桥上一旦设置垃圾桶会衍生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是请清洁公司加强在桥上面的一个清洁，那我们尽量用这个方式劝导，包括两侧去把这个垃圾处理掉的方式，用管理方式来处理。以上。再给他开一分钟。因为本席这里跟你建议，就是说，其实这个道路有1公里以上哦，那就是说他在行走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尤其有很多带小朋友去做一个欣赏散步，那所以可能造成很多一些垃圾。那这部分请处长这边大概再审慎研议了哦，看是不是说适当的位置能够放置垃圾桶，让小孩子、让家长能够借由这个机会，那机会教育小孩子说垃圾要怎么处理。好，这一点请处长再费心了啊！好，处长请坐。那其实我这里再提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那个社会处这边哦，本席想请社会处这边做一下说明。我们那个老人假牙的部分，上次前几天有提到说我们的2亿的经费都花完了嘛啊？那请问社会处长这边，我们一个老人假牙的补助，他上一副上跟下各补助多少钱？是不是请处长回复一下？黄处长，那个主席，谢谢张东升议员的关心哈。我们全口假牙是40000块，那可以分开做，上颚20000块，下颚20000块。哎，我们补助了5000多个，可是因为为什么会没有呢？是去年申请的留下来，今年做。再给他打开一分钟。好，今年到目前是5000多个人。那每一个人都是上下一副全口假牙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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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本席报照你们的经费算起来，正常来讲2亿多来讲的话，就是说全口假牙40000块来计算的话，是5000个。对，如果说40000除以4，所以说是5000个。那这种状况之下，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数据，本席认为有点疑虑哦，请我们的处长啊。是不是说今天会后提供相关的数据，人口那个人数，好自用的状况给本席做了解？那另外本席要请处长提供另外一份资料，我们的369以今年为例哦，369的政策跟333政策、老人假牙政策，还有65岁健保全部免费的政策，这部分的经费以今年的概算，请你算一份资料给本席，今天会后给我。好，那个我们全民健保目前是没有要实施。没关系，你把这资料提供给我，因为这是我们的县长的一个政见嘛，对，本席相当有兴趣。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下面李浩成议员。主席，各位局处长、各位议员同仁、媒体记者哈，25号第一次发言。我今日来借问咱个文化局咱个陈局长，针对迄个富美馆萧湖王爷吼即个个案你有去过嘛吼？你有啥物感想者？请你回答者。我是陈局长。谢谢主席吼，感谢李议员吼。我迄天去拜访议员的时阵吼，有先去富美馆来了解吼。现主席呢，富美馆的状况就是讲，伊的迄个主梁已经有起起啊，而且呢是用那个加固，目前是撑住了吼。伊讲我看了吼，我那有加即个庙会主委来讨论吼，遐有立即性的危险。局长，我有啥物要安尼甲你讲咧？因为咧，我为左右县长的时代开始到今嘛吼，拄啊好短短无几年啊吼，一定换三个局长去啊，你是第四个吼。我希望讲吼，即个在你的任内啊吼，会使你会使注重，啊无吼，等下唔知你到时阵你个高升期，我个爱重新个爱来关心即个富美馆即个代志。我即卖就是讲吼，咱个你讲有急迫性啦吼，我是感觉讲，我冇甲馆长，我有提案吼。我嘛是感觉讲，恁讲要甲中央哦，要来申请经费，是不是？报告李议员哈，我个人哈，就是说文化局、彰县文化局针对古迹的态度哈，第一个我认为应该要优先处理就是这种有立即性危险的部分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回来以后也有跟我们的文资科互相的来讨论，我们会在今年呢来编列它的整个修复工程的预算，然后呢针对这种立即性危险呢，我会用尽全力的向中央来争取经费来协助来修缮。对啊，你都要毛讲哦，起码解消防工业，因为伊个它是呈现它的周遭伊都是土较粗啊，然后主梁已经倾斜，那起码是梯啊，也维持它的那个撑力吼。而且有另外讲有立即性的危险哦，不是嘛是有提案啦吼。我是感觉讲，如果你在今年的话，你也讲无法度去争取到这些经费的时阵呐吼，是不是在下个定期会的时阵呐，你也在提出用现款来修复这个限定古迹。谢谢李议员哈，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年编的预算是明年执行的，对对对，所以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会把富美馆的修缮预算呢列为一个重要，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优先 A 方案的预算哈，会列进去，然后呢，即使如果中央的预算没有争取到，我也会跟县长报告哈，就是说这个富美馆是属于有会危险到。危及到这个信徒以及北斗居民的生命安全的部分，所以要作为优先处理。是，因为迄个富美馆呐吼，以阮报道迄个所在吼，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也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吼。大概都做侪人伊遐拜，伊即届吼，他欠寿的时候吼，阮去看，大家拢伊外口拜，无人敢入去，因为大家看到迄个梯啊踩遐时阵，人会惊。但是你看。一个信仰中心变安尼的时阵啊，除非啦，神明显灵啦，保证伊讲哦，无法度倒啦。但是你来即马地震、风灾较侪的时阵哦，很难免讲当时伊会崩落来，唔知影。所以即马咱个北斗咱个证明啦吼，嘛有我的压力吼，希望讲咱个馆长啊，个局长你赶快吼注重这个所在。我是不是会使请问局长，你会使给我一个答复无？明年？也在修复。报告议员哈，我认为明年可以修复。啊，因为哈，这种实况转播哈，明年一定可以修复哦。好，谢谢哦。谢谢。如果没有其他意见，今天我们议程就到此结束。明天议程是总和检讨，散会。